帅郎，把这种事的头壳顶。你有法度家己爬起来，还是需要我家己搭救起？哦，我家己用的，我无代志。来，多谢你。还佫检查物件。人客是恁餐厅的财神爷。结果恁竟然放一个这么水的财神，让伊跋在涂骹，无到半个人啊，把伊倒扶起来。这就是恁对待人客的态度。啊，若是安尼啊，我真正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以后是毋是要继续来这消费呢？是的啦，高春菜，是的。你认为是的对象，你就不着去。小姐，是的啦，拄只哦是阮的疏忽，请你原谅。啊，你刚受伤。我无代志啊，安尼代志就圆满了。高总裁，多谢你。小姐啊，啊，你的鬼有两三万呢？那叫你平安啊！啊，我有办法啦。别靠，这条丝巾跟你的洋装，搁叫人家配着。你若是无去嫌，就是用这条丝巾把你的裙扎起。Andy， 你看到阿姨，那是这款表情。无啦，我妈甲我讲是家族聚餐，所以我才。你阿曼达阿姨跟我就敢那姊妹啊同款啊，咱当然是一家人啊。啊，等一下还有几个贵宾答应来，我再介绍给你认识。系啊。这顿饭一定是鸿门宴，我看我还是叫董云翔卖过来好啊。妈，我先去。尹是谁？谁？阿姨，你哪会无跟我讲你要跟艾伦做伙来台湾？因为我是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啊。虽然讲我相信你会跟我讲啦，不过这件代志关系到艾伦伊未来的幸福，所以我一定要亲身过来看卖。啊，温馨小提醒哦，前提是我爱有 feel。我知，我当然嘛会记的。啊，这位应该是你常常讲到一位上介好的姊妹啊，碰到。对啦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。你好，这是我的翁婿。高世贤，你好。今日听阿曼达讲，有一个真疼惜伊的翁婿，今仔日总算看到这位大人物啦。阿曼达要来台湾的时阵，原本我要陪伊过来，不过纽约总部形容一挂代志，我就跑到过来。不管安怎，阿曼达伫咧台湾这段时间，多谢你对伊的照顾。没啦，小可代志，应该。啊，对啦。雷宏唔知影咱公司的总部伫纽约，啊，我甲伊斗阵的时阵，阮姊妹仔拍的代志就袂赴讲啊，那有闲讲遮个？哦，是啦，你讲啥话拢对啦。啊，无安尼，来，我即马重新啊正式自我介绍者，我是世间金矿的总裁高世。世天金矿 ，Amanda。你真有够低调的。
艾伦，我要进来跟凯撒琳阿姨拍照。凯撒琳阿姨你好，阿姨，你真正生了就水，目睭有气质嘞，跟阮阿姨同款。不管恁两个人哦，也是好朋友。凯撒，艾伦是细汉真好个查某囝。不过我常常讲，我跟我妈妈的感情，亲像是母仔囝，不过我跟阿姨的感情哦，也就是好朋友。看得出来，恁的感情真正足好个。李冬雨，妈，你是冬雨为小姐？原来你有那是丽红邀请贵宾来跟我们做吃饭的。高总裁，你误会啦，伊是阮公司业务部的经理，我是请伊提资料来，唔是来吃饭的。你有识识哦？拄只个轮你排时阵啊，拄好去拄着。妈，冬雨，当司机护理。你要的资料我提来啊，已经交予你的司机放伫车顶啊。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就是离开啊。辛苦你啊，冬雨，谢啦，麻烦你早些一抓，真歹势，多谢你。不要紧啊，阿条郭小姐，你这个司机啊，不要紧啊，你先用，也是用完啊，伊才请 Andy 跳舞啊。多谢你。那我辛苦死。李经理，宾都已经来啊，即马食饭时间，你就坐来做伙食啦。李冬雨，等你食完这顿饭，你就会知影，想要做阮少家新妇，你重新投胎几届拢无资格。高总裁，请坐啦，是嘞，和你徛遮尼久。大家请坐啦。哎，大家坐。Andy， 你去坐艾伦边啊，替伊服务。李经理，你坐来我边啊。邓姐，我拄好有公事要问你。来啊。我跟阿妹俩感情这么好。他是讲，咱的后一代关系咱搁较亲密，唔是搁较好。嗯。安迪，啊你讲有女朋友啊？坦白讲，其实。坦白讲，因为安迪的家世背景，有真侪查某囡仔会主动我对伊身躯边。阮 Andy 甲因家讲几句话，伊就让家己哦是个女朋友。李经理，你个公司遮尼久啊，你应该真清楚啊，对不？啊，不过我能确定，阮 Andy 即马无女朋友。假使安迪伊马会要甲恁两个拆散。啊，恁都清明煮食饭，对，清明煮食饭，清明煮食饭。啊，死狗，你巴肚内底若是有安迪的囡仔哦，啊，当换做当年哦，要来甲你救啊，叫你赶紧嫁予安迪啦，吼。爸，你为着要靠这有钱啊，甲查某囝卖掉拢不要紧哦。哎呀，花弟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答应两个分手的。我人无爽快，恁今日哦，都莫阁提起这件代志啊！你假破病嘛无路用啊！这是我甲安迪的代志，是毋是要交傲？根本就无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你是我的祖囝，当然爱我。你煞袂去卖伊？以前先是得到自己的喜感啦。没事嘛，啊你敢有看唔着去啊？到我坐到遐尼久啊，含一支烟都无抱着，要哪去着喜感啊？即卖环境污染遮尔严重，无一定是食烟才会得到喜感啦。所以，阮安排治疗
甲检验是多一种肺炎，莫麻烦家属赶紧安排住院手术，若是扩散就袂赴啊。医生，多谢你。爸，头切到遐尼久啊，车祸敢那才放出来，到走囝团圆，准备要予囝赛事，要过好日子，我哪会去着肺炎啊？阿伯，你先莫烦恼，我一定找上好的医生替你重新做检查。对对对，建议你今后转到挂大件病院啦。啊，顶边你都有法度替管家对金管安又倒转来，这边轮流我，你听我斗相共。阿伯，我一定尽全力斗相共。即卖的标靶治疗，还佮有免疫疗法，拢真流行，只要你配合医生，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啊。啊，不过阮爸除了健保，嘛无其他的保险。啊，听讲迄个免疫疗法，迄费用是一笔天文数字。等我，爸拜托你，你唔通放屁话呢。啊，真正哦，我无好啊对待你，互你安尼自细汉就流浪伫咧外口，受遐尼侪苦，是爸唔对啦，是爸对不起你。啊，不过即卖，我想要继续，我来好好弥补你，你是唔通放弃爸呢？啊，问题是。这笔钱我根本就提不出来啊！冬雨，你还有我，阿伯医疗费我会当。我，你已经要去企业联姻了，我跟你根本就无未来，而且你厝内底的人也无可能会接受我。你对我付出这，我根本就行不起。我不管你要爱啥，因为爱情和婚姻原本就是两回事。我的盛发集团未来固定的发展。这件亲事，等你讲定，为了酒驾，你袂用有意见。那真正是安尼，我干嘛卖阁做酒驾的后生？安迪，你想要别讲啥？好，我应该退一步，我应该先转你甲李冬雨做伙。李冬雨，你干来应该做阮安迪的细姨，你若是愿意。我就随拨一间厝给你住，而且替恁爸找上好医疗资源，安怎？妈，你哪会当讲出这款话？我绝对袂好同意受这款委屈的。冬雨，我等下行李款款的，就离开酒家，这种家庭我嘛袂啊。李冬雨，我嘛提醒你，我唔管恁两个要怎谈恋爱。啊！不过恁爸爸应该无时间，会当等恁两个好好做伙。恁若是愿意做阮 Andy 的细姨，恁唔来当提钱去叫恁爸爸，而且唔免上班，就当做贵妇，安尼有啥物唔好？你话考虑清楚。做 Andy， 跟我回去，莫伫遮下戏下贱。是离开啦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想清楚后一步要安怎走。李冬雨，这就是你放下自我的报应。你李亚春讲，你总算找到一份可靠的爱情，结果还是要为着一点头，出卖家己的感情。含糊的爱情，甲亲情之间。我阁有啥物选择？敢讲我真正会当为着我的尊严，目睭紧紧看着爸无法度治疗，我到底应该要安怎做才好？